OK，同学们，今天就讲一点这个分数的这个约解哦。OK，那么如果你看到这个的话，50分之10哦，那么你通常约解是这样的嘛？所以这边是1/5哦。OK，现在我问一个问题哦，比如说是现在这样哦，另外一个问题，这个26，这边65，OK，我想问大家到底可以不可以这样子来约解呢？OK，1/5。OK，这个答案对不对？OK，多数人讲错，但是答案是对的。OK，你不相信你就去试看了。这个呢，你其实要除13，除13，所以是3×2是26，是3×5是65。OK，那么这个是比较特别的号码，在这里呢是可以个的。OK，所以呢，这个答案是对的哦，不要以为是错的。但是是这样子可以不可以哦？我想问了，这样子可不可以个？OK，这个是1/5，可以这样吗？OK，这个答案是错的。OK，所以你要看清楚哦，不可以这样乱个哦。所以这个只是特别的号码。所以今天就讲到这里。